构成一分钟，大家最近都在关注零九、yeah. 超五米长的车身，李克家族戏子手，同握握的平台 SPA 家族里最秀。如果跟汉南达同价，却有人说他资格不够。什么不够？因为他是国产，他就应该很 low。什么、no. 国产的品牌正在崛起，在他们的眼里就是这还不够。搞笑就是要对自家国产没自信，对国外低头。你看看他的前脸，霸气能向谁低头？你看看他的空间能不能装，就足够去证明产品力有多优秀。我怕你还买不起键盘侠的钱包里的钱还不够。想知道多少钱吗？OK， 你可以不买，但请不要崇洋媚外。